是聪明十万如你。观乎海洋，空徒接天，巨浪如山。隔于烟霞，飘渺之间，而我之魂幡高涨，昼夜星驰，是比光难，若你通驱者。
荃灣文藝康樂協進會及荃灣民政事務處合辦，康樂及文化事務處、荃灣區學校發展組、荃灣警署、雲海藝術團及香港舞蹈聯會協辦，荃灣區議會及荃灣獅子會贊助，香港舞蹈聯會主演之第28屆荃灣藝術節閉幕禮 K 大型舞蹈師絲路海雲。勇於探索和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，大家說今晚的表演精不精彩啊？可不可以再給一次最熱烈的掌聲，多謝今晚演出的500位舞蹈員。現在有請勞苦功高的一班幕後功臣和大家見面，包括香港舞蹈聯會會長兼策劃陳美卿先生女士、黃碧珍女士、黎少玲女士、李佩佩女士、霍敏儀女士、張秀芬女士、何浩輝先生、蔣寶珍女士、黃林先生、陳日先生、姚嘉文女士、洪祖炳女士、屈美娟女士，以及香港舞蹈聯會所有常執委，有請咁多位。Thank you.